这个佛法开悟，法门无量无边，但是到最后啊，只有三门。啊，这个三门就是觉、正、净，到最后就是三门。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，我们讲堂有三个门。可是诸位同学，有很多从世界过过来的，那个路就无量无边。不是从无论你从哪个路来，来到我这边的时候，想进入讲堂就是三个门。啊，所以最后啊就三门。啊，觉门，上上根人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禅宗、信宗，走这个门。不是上上根人，这个门你走不进去。啊，第二个门呢，正门。啊，正门容易走。就像读书一样，按部就班。啊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啊，拿到最高的学位。最高学位成佛了。啊，但是时间很长，啊，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，啊，文道，啊，所以文道呢说，我们寿命很短，一生当中恐怕不能成就，那就麻烦了，啊，来生再得人生不晓得哪一年，得人生是不是又遇到，又成问题，很多得人生的时候一生没遇到。那你的一生白过了，所以不容易啊，要很长的时间。那么第三个门就是净门啊，修清净心啊。修净门呢，两个宗，密宗是净门啊，这个净土宗是净门，都是依靠他力啊，佛来加持啊，密宗也是佛加持啊，净土宗也是啊。啊，但是净宗比密宗好修啊，密法是佛门里面大乘教里面高等的佛法啊，好像是什么研究所的课程。不是普通人能修的，普通人能修的密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是借缘的。啊，好像幼稚园小朋友毕业的时候，哎，也戴个博士帽子，啊，那是普通人学密的，我们要懂得。啊，真正学密，老师告诉我，啊，是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呢？初地菩萨啊，他讲的是别教，那用华严来说就是初住菩萨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之后再去密法啊，用密来加行，很快把你向上提升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境界，你学密那是假的，那不能成就的。啊，就黄念祖老居士也学密，他告诉我，他说现在的密已经不行了，全没有办法得到啊这个密宗殊胜的成就，没有了。啊，这禅也没有了。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啊，他告诉我，现在成就除念佛之外没第二个办法，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告诉我，每一天念佛号14万声，叫黄念祖老居士。这个经的注解写完之后，
他什么都不看，就是念佛。啊，一心啊求生净土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啊，多病，年岁的也大了。啊，求生净土啊，这个是不是假的，所以密宗必须在显教里面真正成就了啊，才用密法加显啊。那么现在的藏密也随着这个时代啊都起了变化了啊，所以实际上跟从前比都逊色不少啊。我曾经问老师，这密宗沉船活佛转世真的是假的啊？他告诉我大概前三世是真的啊，四世以后啊就不可靠了啊。这但是不能轻视，为什么呢？被选入灵童之后，他有这个缘分得到最好的老师辅导他，如果他真正肯用功修学，他会有成就啊。那这是真的啊，这是别人遇不到的这种缘分啊，最好的上司他知道他啊，他跟我说实话